现在新竹发的中华健康账号呢，要521间呢，521次，刚好是521，然后521次。111年1月22号，彰化站12:21，我们是510次，新竹发的中华健康七朵的聚光号，1416单电脑。加上遮电门就是聚光号，如果下面跟慢站门遮遮电门大概聚光片的510次聚光站彰化站停号，新竹发站就海线港七堵切割岸的点。